杰森，第二天嘞，三点换嘞，好来上班。杰森啊，你那阁是穿怎样的衫？敢讲你怎规暝拢无回来哦？啊？你看嘛，知？你看叶斌啊，酒醉拢阿白扯叶斌，伊应该是昨暝吼，醉甲无法度回来啦。耶，女士，那你几点？阿邦嘞？伊去停车场提一下物件，卡等就起来呀。是讲杰森啊，啊你昨无回来睏，你是睏在底？我昨我打电话给杰森的时阵吼，伊拄好甲客户在饮酒啦，啊迄阵时间嘛已经足晚啊，我听迄声就知影讲哦，绝对在掠土啊，我就甲讲唔免赶回来，叫伊在附近找只饭店睏，我拄好再甲接回来。所以杰森，你昨昏是睏在饭店无？啊，倒一间饭店啊？睏得有舒适无？嗯。讲啊，恁四个囡仔吼，恁爹地对马克上严呐，上疼的，就是你这个班仔囝啊。你想要遐些物件，伊拢嘛买好滴。你若是伫冤家，恁爹地妈的吼，一定是马克啊，佮有洋洋。啊，对你吼，伊是连妈都唔敢骂哦。马克甲。常常不才会说啊，爹地偏心啊，今天是你哦，你爹地哦，不才会这样听信你，如果我做是马克哦，早就不知道让他打到哪里去了。大姐，过去的事情不需要再说了吧？我这样说也没什么意思啊，我是在鼓励杰森，让他了解到说哦，伊家己是有偌幸运的，阮爹地吼，遐尼啊关心疼疼伊。不管是亲生囝，也是养子，至少也阁会当在文斌的身躯边啊。无亲像我的马克。是的啦，爹地，大妈。我知影啊，我讲恁失望吧，是我不对啊。哟，真正是想袂开呢。文斌明明都遐尼啊成功，安尼生你这个遐尼啊戆直的囡仔啦，你敢真正是文斌的亲生后生啊？当然是啊，这哪都需要怀疑。啊，我只是咧讲耍笑啊，尔你遐尼啊紧张是安怎啦？假使若无其他代志要讲，我甲杰森要起来换衫，准备去公司上班啦。好啊。好啦，我来换衫了，好。文斌啊，你敢会记得你甲洪美达识识的时阵，伊敢还阁有另外男朋友啊？你哪里吗？啊，无啦，我都熊熊想起来，我感觉好奇哦，才问一下啦。其实吼，我嘛甲你同款，希望每一个人都会当共心。我做女主人诶，绝对不允许有任何人来伤害咱这个家庭。安尼就想就好啦，啊，我来马赛。